飞，寂寞也只剩我的狼狈。谎言天花乱坠，目睹你和他的暧昧，我的心在慢慢枯萎，悄悄地碎。如果挚爱的心痛，不爱的保重，爱爱的却成空，让我再一次感受你的温柔。如果他更适合你依偎，悲伤该如何全身而退，爱情已经无所谓。
协会福州市国标舞交谊舞委员会名誉主任、原福州市文化局机关党委书记蒋启荣书记，欢迎您。福州市十七湾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肖丽英主席，欢迎您。福建省优秀企业，福建省优秀青年企业家，福州市国标舞交谊舞委员会的领导，国会大酒店和新建的总经理，福州市十七湾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郑德济主席，欢迎您。福州市国标舞交谊舞委员会秘书长郑淑荣秘书长，欢迎您。原福州市会计委副书记吴宝斌，欢迎您。原福州市静安区宣传部副部长陈淑林部长，福州市老年大学国标交谊舞系系主任林向阳主任，欢迎您。福州市人才市场总经理郑思涵，欢迎您。福州市交谊舞总会会长郭善宝会长，欢迎您。好的，那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向莅临现场的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福州市十七湾交谊舞群栾美柔主任，掌声献给他。福清交谊舞群王清娟、郑仁玉，我们掌声献给他。秋阳交谊舞群王丽，掌声献给他。一棵树舞蹈队林国丁，献给他。福州市舞协交谊舞群蓝赛华，湘剧快乐舞群十一又，掌声献给他。永泰独来独往舞蹈队鲍宇坤，掌声献给他。罗源交谊舞协会刘佑明，掌声献给他。永远是朋友交谊舞群林大春，掌声献给他。我们在这里互相交流学习，切磋舞技，让集交谊舞健身艺术娱乐为一体的福州交谊舞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舞蹈家协会石振华主席上台为郭善宝会长有请，上台来。祝贺我们福州市交谊舞总会的成立。好的，谢谢。那有请石振华主席为我们的晚会致贺词。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舞友，那么今天福州市交谊舞这个总会在这里，正式授牌，而且今天下午这个活动举办得非常好。那么我们知道，这场活动在市市机关老体协的大力支持下，那么我代表福州市舞蹈家协会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我是主持人林荣。
我谨代表活动的组委会向各位朋友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欢迎，谢谢。
两朵花，
歌的精彩表演。你只想你，每一个早晨。
起的掌声，为他们鼓励一下。
由福州市老年大学拉丁晌午为大家表演江郎舞。
致谢。有请快步舞音乐。
好的，现在请大家做好准备，开始跳维也纳华尔兹。
我的祖国。朋友们，再见。